然后有喜欢我的，记得右下角直播通知勾一下。然后手机用户在上面有个黄色的心，记得点击一下。然后那个有心的点点心，有心的点点心，然后有免费的花送的花，谢谢。咱们来跳第二个，第一个舞蹈。就一壶陪我远方的孤独，晃呀晃呀晃在这湖面，涟漪晕开你的脸，望呀望呀望杨柳对岸，烟雨缠绵有些年，走啊走啊走在这江南，鹅黄柳绿惹人眼，盼啊盼啊盼你能出现，随我清风的流年，对，这首歌叫做《走江南》。Hello， 这首歌叫做《走江南》。走江南最近比较火的一首歌，那比较火的一首歌。那应该穿啥？应该穿皮裤皮衣吗？那个欢迎大家这个时间来到九三。爱看舞蹈进来就有三，
然后全天二十四小时全网既专业又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关注一下左上方五行五行嗨翻天的预约。喜欢我记得右下角直播通知购一下，手机用户在上面有个黄色的心记得点击一下，然后关注一下麦市场一号麦二号麦的右键关注，二号麦是一群大长腿妹子，所以记得关注一下哈。有心的点点心，来上播电视吧。要是不喜欢就不喜欢呗，我又不求着你喜欢，你喜欢我能咋的？我又不能发家致富。有心的点点心，然后右下角直播通知记得勾一下，破个千吧，还剩二十三个就破个千啦，加油各位，谢谢，感谢你们点心，感谢送花，感谢勾直播通知，辛苦啦。我是一个相声演员。好，咱们来跳第二个舞蹈。
爱看舞蹈，接下来就有3000天24小时全网既专业又颜值的舞蹈频道，然后关注一下左上方五星五星嗨翻天的预约，感谢各位送的礼物，然后那个有心的点点心，然后那个没购直播通知的记得右下角直播通知勾一下，手机屋在上面有个黄色的心记得点击一下，然后那个把麦序上一号麦和二号麦的右键关注，太冷，我穿袜子都冷了，我穿袜子在地上都冻脚，我要不穿袜子这天我不得发感冒啊，我得冻死，本来就冷，这两天降温就特别特别冷，你们记得要多穿点衣服，我是徐州的，我在徐州，太冷了，这两天降温特别特别冷。你看过哪个古典穿高跟鞋的？请问，你看过哪个剧目是穿高跟鞋跳古典？然后咱们来跳最后一个舞蹈，还没有勾直播通知的，记得勾下直播通知哈。徐州不冷，那是你皮厚，我没有脂肪。咱们来跳最后一个，跳个啥呢？走钢筋。冷死了都，冷死了。关于如所以所采取彼所知，青丝百转丝丝缠乱又不知，只一旦经受温室并连理双翅，难寄托这相思，兜兜转转朝花夕拾却一迟，寻寻觅觅醉生梦死又一世，还记得